TVB 两大视后热门人选胡定欣跟田蕊妮一起为新剧《来自喵喵星的你》宣传，两人在台上努力的扮猫，相当的亲民。不过田蕊妮就不断的把胡定欣跟陈展鹏的绯闻拿出来开玩笑，小心胡定欣生气哦。那今天呢，就是那个宣传《来自喵喵星的你》，我们就谈那个喵喵的问题。对啊，你那个反应是真的很认真，我认真的。别看两人表面上那么和谐，其实两人是今年 TVB 视后的两大热门人选。不过相比起田蕊妮有两部剧提名，胡定欣多达四部剧的提名，就貌似有点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不过这样也显示出胡定欣作为 TVB 首席花旦的崇高地位。对于既是搭档又是对手，两位事后你们怎么看呀？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就我就觉得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强弱那些东西呢，就现在他强，可能我现在比较弱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你怎么可能怎么会弱呢？可能明天我比较强，然后他比较弱。然后后天就他比较强啊，我知道。然后我就比较弱，就是看天气。对，就是现在的天气就也蛮好的。嗯，对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香港报道。